就其中可能会有一两首比较不融，就是不 match。嗯，对。可是当他们就是把整个音乐完整的做出来，就可以把整首歌带出来，就是把我们的一些缺点都可以，就是用编曲来帮助我们。对，没错。尤其是对啊，就像《烙印》那首歌，其实我们录完那一首歌的时候是，觉得两个人声音是你唱你的，我唱我的，然后整个编曲完了、mixing 做母带出来，感觉哎，又蛮不错。你们觉得当歌手会很累吗？会有累的时候。嗯，会啊。曾经想过放弃吗？没有。暂时还没有，暂时没有想过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很花心思，尤其是唱片公司，因为里边确实是有你们的作品，然后让你们尝试一个你们完全没有曾经碰过的音乐类型。再来的就是挑战一些在 KTV 热播的歌，你知道吗？就祝我生日快乐这首歌，嚯！为什么选择这首？因为其实这首歌是我比赛。很多场在可是这边我想说的是，张专辑的这个编曲是完全不一样的、哦、就 Alex 三就把它编成比较 R&B， 嗯，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尝试 R&B， 嗯，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本身觉得还是有待进步，嗯，非常有待进步。 OK， 对，干嘛很沉重？对，因为我觉得为什么他们沉重，是因为他非常喜欢这首歌。嗯，我觉得一个方面，他觉得为什么这首歌没有那么好，是因为之前的那首歌主唱者唱得太好了，所以他是给自己太多压力。对，他给自己太多压力，他觉得不能够把这首歌完全给唱得就是更好。对对，你曾经有就是失去自信心的时候？其实我拿到这个版本，当然我没有不喜欢这个版本，我觉得我应该去尝试更多不一样的曲，就好像唱歌，就歌唱比赛，有可能那个评审给你们出很多的考题，让你们去试，大概是这样的情形吧。然后，我觉得我本身唱的不是很好。嗯，哇，你这个还是很沉重，很沉重。好，我再来问一个问题，有可能。就是大家都了解到，其实在马来西亚这里发片，那有可能我们在报章上都有一些的这样的问题出现过。要做一位歌手的确真的很难，那有可能之前有看过嘛，对不对？那再来做这个男子组合，有可能就那个方式或者是那个期限也不会太长。那你们觉得会不会有考虑过这样的事情？就是说因为做了第一张之后就没有第二张了，就是有可能两个会拆这样。我觉得从我们录音到现在为止，其实我们的默契，我们唱歌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了，所以我觉得第二张会有，所以我们没有担心有这个问题。对，很好哎，应该有第二张。对，有可能有时候遇做歌手的时候啊，就可能会遇到这些问题。对，所以那时候你们都会给自己说，发了第一张的时候肯定要有第二张，其实是再难都是要去走下去。我觉得不要把焦点放在会不会有第二章，先做好自己，然后就可能会有第二章。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说我先把自己的本分做好，对要对自己再来放点味了。嗯，所以你们接下来目标是什么？已经发了这张的专辑，当然你会跑通告，专辑能大卖。对，所以什么时候你们会去到更多的地方跟所有的朋友见面？我们会在明天开始就会下到 Row 4那边，就一站跑，对，然后再接下来那星期就会上槟城。OK， 等一下呢，我们再继续来聊，我们先休息一下下，之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单元什么东西。OK， 好了，这个时候呢继续我们的什么东西，两位《满江红》Hello， 答案是什么？江信。我的答案是口蜜腹剑。君宏呢？唇枪舌剑。好，我们来看 SMS 的朋友的答案是什么。有些人就猜唇枪舌剑，跟你答案一样。对，这答案是错的。光阴似箭答案是错的。带来就是那几个，有一个朋友猜插袖的答案是自相矛盾。好，那至于有一个朋友他就答对了，那你要不要再来看看你的答案？
第接下来我要给的另外一个 clue， 看你的答案会不会跟着一样。好，这个。有吗？有头绪吗？没有，我就要公开答案了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答案来了。耶、yeah. ！现在已经有朋友答对了，兄弟你好，雷等啊，喂，好，嘿 ，Hello， 你好，在我们现场有《满江红》，要不要跟我们打个招呼 ？Hello， 你好。Hello， 兄弟你好，你好，恭喜你啊，你答对了，所以你可以请他们为你唱一首歌，那你希望他们帮就是唱什么歌给你听呢？《满江红》，你们 OK 吗？满江 OK， 其实没有试过在电台唱过。好像没有 OK， 来，准备好把第一次献给九八八星光卡的朋友吧。满江红，我走在风中，待重头收拾我的梦。满江红，爱恨太汹涌，为了爱败了少年头。哇，好厉害，怎么样，身体觉得怎么样？谢谢谢谢。那你有什么话想跟满江红说的吗？是他们的专辑刚卖。OK， 好，再次恭喜你的 Shelly。好，谢谢你的参加，拜拜。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这两位朋友哦，满江红、君红的答案是错了，那另外一位朋友江信答案是对的， yeah. 所以你有机会可以打歌。你要当男生。怎么跟你要？就打我 solo 的中懂。中懂。就是其实是广东版的 Love Is All Around。 哦，你要不要过来介绍一下？其实中毒这首歌呢是我自己填词的，然后曲方面就是由我们制作 Alexson 为我写出的，所以这首歌也是可以说是我的第一首的广东歌曲，所以我对它的期望非常非常非常大。对，那我也对你们的期望也非常非常的高，也非常非常的大。谢谢。因为知道你们在唱歌那首《满江红》的时候，哇，爆发力非常非常的厉害。震爆耳膜了吗？啊，没有，真的很震撼，真的真的。真的因为你们唱 roll 真的很行，所以我觉得 Alexson 的决定是没有错的。好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谢谢。